会1950年，奥黛丽·赫本坐在一个凉椅上晒太阳。50年代的穿着在现在看来还是很时尚。男人的梦中情人，胡卫刚19岁的林青霞，穿着校服去学校，那个时候还在读高中，一脸的青涩，气质出众，向世人展示了文艺女神是怎样炼成的。胡梅奇10年代美国女性，穿着高跟鞋驾驶校车，如果在30年代的美国，这种装束和行为绝对会被禁止。除了越南国的王妃，从画面轮廓来看，应该是位非常美丽的女子，柳叶眉，樱桃嘴，贵族气质十足。关于梦露之死一直是个谜，她当年的死因是过量服用安眠药而去世，但具体的原因众说纷纭，和肯尼迪兄弟的关系更是扑朔迷离。以上就是本期的内容，如果您对本文有什么见解，欢迎关注、转发或者留言评论。图片来源于网络，如有侵权，请及时告知，我们立即删除。